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，别看屯子不咋大呀，有山有水有树林，邻里乡亲挺和睦，老少爷们更合群儿。屯子里边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，回想起那是特别的哏儿，朋友们如果是有兴趣啊，我领你认识认识，哎，认识认识我们屯里的人儿啊。有事儿，厂长，我跟您汇报一下情况。这段时间呢，在您的带领下，咱们学校各项工作发展得非常顺利，尤其是学生的成绩稳步提高。长山呐，从你回学校之后变化都挺大的，辛苦了。不，王校长，这是您的功劳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火车跑得快，全靠您这个车头带。你是不是找我有事儿啊？王校长，我想问一下，上次跟您说帮我调个办公室，落实没？长山呐，你也是老教员了，在我们学校工作这么多年，你也知道我们学校现在状况，办公室非常紧缺。这不是居家过日子，你想住哪个屋住哪个屋，是吧？你先回去吧，调好了我通知你。哎，谢谢王校长啊。你先回去吧，有事您喊我。现在这些食材呢，有这个西兰花、白萝卜、蘑菇、黄瓜、茄子、西红柿、韭菜、胡萝卜，还有土豆啊。这些食材呢，这个我要强调一下啊，就是这个土豆，同学们。土豆这个食材啊，搁哪呢，同学？搁哪呢，同学？不是，这不咱俩那啥嘛，这模拟嘛，模拟嘛，给同学讲课嘛，我理论你实践嘛，这不是嘛？这个，你说这土豆哈，我发现就是很多家呀，这个就是这个食材是必备的啊。我发现你这个土豆丝切的是太细太细了啊。哎，你说这个如果能达到这个水平，得需要多长时间的工作？就我这个刀工，在那学的时候，我把刀工就是深入2年，2年切这么细啊？对。哎呦我天哪！你看看，哎，这个再咱们再看，这土豆丝，你看，这拿个针的可能都能穿进去了，是吧？穿针引线都能。嗯，哎呦，那你说那我要练的话，我得是，就是多长时间呢？最少也得3年5年的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你的意思就是，就你悟性比我高是吧？对，我可不敢这么说。既然咱俩搭档了啊，给人讲课，你给我的秘诀啊，独门秘诀是吧？就是你告诉我，就是这怎么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啊，就这几天速成把这土豆丝弄成这么细啊？我明白院长的意思。嗯。就是说以最快的速度能练成这种刀工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那我只能送你一个字儿啊，茶。啊，茶呀，茶土豆丝。哎呀，茶。哎呦我天哪，谢谢。这儿。哎。哎，喝水。哎呀，哎呀，泡的透。哎，正咋样？正还行，是吧？特意打电话，家里温度一般人不好使。啊，
挫展呀？不怎么样。你这是这个什么搓澡啊？扬州搓澡。我怎么好像看是锦州搓澡呢？有烧烤味啊？白酒味。别人搓澡都搞红酒搓，你怎么搞白酒呢？红酒用完了嘛，我上哪来喝酒？剩半瓶白酒，我寻思别浪费，放你身上试验一下，看能不能杀菌。一股酒糟味儿，肚皮够用啊。另外，你是搓澡的，你怎么把客人浴袍穿上了呢？还梳个大背头，你是干啥的？你不知道吗？咋的？你现在把这浴池承包了？你老板你是？哎呀，真能嘚瑟！我一天，这派头子整太足了，这家伙。我老弟看出来了，你是搓澡的，你别忘了。咱说这头发，这两天老怪了，也不知道咋的，哎呦我的妈，就站起来了。嗯，你咋梳咋压不管用，压不下去，就根根就哎就支了，就站起来，自己他就往我背，嗯，怒发冲冠这属于。我合计啊，是不是这几段我也要站起来了？你还是趴着吧。哎，你给我个跳板呗。跳板？嗯，这工地那跳板，人施工的，你要那干啥呀？什么工地跳板？我说那跳水那个就。弹起来那个，就在空中旋几圈，啪的掉水里那玩意儿。咱不说掉里边，先弹起来，弹高那个。你这么大岁，你练那玩意儿干啥呀？我不是练那个，你能不能给我换个工作？还换岗位？嗯。你说你从餐饮部到客房部，从客房部到保安部，保安部又调到这个洗浴，你还想往哪儿调？你上吊吧，啊？行了。怎么唠嗑唠嗑，你给唠死了，你还？你这干个遍，你啥你干不明白？你哥我啥水平，你不是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啊！我这一身的才能啊，我就是这天生就不能这么平庸。哎呀，我这就得往上走，我就这困就我就如一条困龙。哎呀，你说叫龙搁这搓澡，那成啥了？哎呀，这家伙，你给我换个岗位，我这……哎呀，要不咱俩换换？咱俩换换？嗯，你当经理？嗯，我呢？你搓两天澡。你这个急眼，我那意思啥？你要么你给我成立个搓澡部，让我当搓澡部经理。什么玩意儿？搓澡部经理？对，搓澡部还整着我经理出来？对呀，你让我看到点希望啊！哎，搓澡部，你别说这个搓澡部，这个你的建议提还真挺好，是吧？还真没这个。你看，这样，你当搓澡部的经理，嗯。一把手，完了你呢？员工方面呢？暂时你先管一个人吧。谁？你。我管我呀。对，你管好你自己，比还多钱了。那我不成精神病吗？我管我，整天这我这我让我到那儿搓，我让我给那个搓，我让我重一点，我让我轻一点，那不精神病吗？你给我招俩人呗，你看。招俩人。啊，俩人有点多，再招一个吧。招一个也行啊，你打算招谁？你叫我嫂子。他在女宾搓澡，你在男宾搓澡，你管俩人，一是我嫂子，一是自己，权力不小了，还咋的呀？我在家我都听他的啊，都多好啊，是不是？老弟，你信不信这样？你呀、啊，嗯，给我一个支点，再给我一个足够长的跳板，嗯，我能把地球给他干起来。你给我一把锤子，信不信我脑瓜子能给你打击碎？有没有搓澡了？哎。客人叫搓澡的，去搓澡去，快去搓澡，别喝了，行了，搓澡去，听见没有？这婆那摆，快搓澡去！来，快搓澡去！快去搓澡去搓，衣服脱了，衣服脱了，脱去。你茶水算你的，快去吧！自己找个跳板。这大胯你养的，别把胯掰着啊！我说老四啊，你瞅瞅你这一天唉声叹气的，就为了这两块豆腐，你至于吗？那怎么的？那豆腐就谢广坤他家有啊，那不行就上镇上去买去呗，镇上不也有刚出炉的那个豆腐吗？你说那玩意儿上镇上，一是费用大，二时间长，回来了那豆腐不就
凉透了，那还叫新出炉的豆腐吗？你这是死犟死犟。你不犟，你懂啥呀？你知道我要怎么做呀？你这犟不犟？我说那意思吧，就是小萌那豆腐你买到家了，它也凉了，不一个意思吗？你看你怎么能是一个意思呢？你搁小萌那买完吧，它多少它能凉个皮儿。你要搁镇里买回来，那不都透心凉？他俩就是质量上、品质上都能差很多。你懂吗？这做出口感都不一样。行了，我不跟你犟，我犟不过你，你可认真了。哪里豆腐都一样，我是没有辙了啊。哎呀，要不那么的吧，这事儿你必须你亲自出手。啥玩意儿？我亲自出手啊？一会儿你不是接兰娜和兰妮儿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刘哥，刘哥，刘哥，你咋来了呢？这，你们这。我这啊，找你来帮个忙啊。你说啥事儿？我想在这找个跳板。那找错地方了吧？这不是你是画板的吗？还是跳板？就是把人弹起来跳板。我说那你是工地上的有跳板的，你跑这找啥跳板？哎哥，你逗我，你听不懂啊？就是说白了，想在你这儿找个机会，找个平台。因为啥呢？你说山庄那边搓澡，我这可我也不能搓到退休啊。是啊，那搓到底，那看到底了。你搓不动了，你岁数大了，你。然后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嗯，就总觉得自己还得在我身上发生点啥啊。所以说，我听说咱们下山村不整个诗声大赛吗？嗯，然后你在这办那个厨艺班，你看我能不能学习学习？有想法啊？那你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。啊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这是啥呀？这地方，这就是厨艺冠军的摇篮呐，是你厨艺事业腾飞的港湾。你来对了。哎呦，啊，这来，那这咋学的这个？哎，对，那这事儿，那我得跟你就事先声明一下啊，这个不是免费的啊，虽然是又是港湾又是摇篮啥的，这但是收费的，就是一共是五节课，一节课2000，一共10000。这得事先说明了，这事儿这也有点贵啊。传承你技术，那不就传承你钱了吗？钱和技术是可以转换的，是不是？你细想。哎呀，算了，就算我没说啊，就问你，我也看出来了，这个。你那是不是真心想学？另外，我这地方呢，名额已经快满了，多你个不多，少你个不少啊。那你该干啥干啥去吧。不，你还回搓澡去？我觉得搓澡其实是你未来的主。不是哥呀，我说啥了？还你说啥了？刚才小脑子叭往旁边一拨弄，那肯定有想法呗？是不是嫌钱多？是不是嫌钱多？还是不想学？到底咋回事？哥啥也没说，我花了，我报名，花了这钱呢？啊，行。啥也别说了，你离冠军又近了一步啊！带钱了吗？带了，10000，带2000，一节课呀？我就带2000块钱，我后边我再交呗。啥也别说了，最有希望的人。好，晚上上课吧啊！人太多了，我让你排第一个。奶，哎，兰妮儿。来，哎，走吧。你怎么没看到腾飞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你问他干啥呀？等他一会儿。美兰呢？哎呀，金凤啊，你俩接孩子来了？这不嘛，先接小的，后接大的，都这样，不就跑2悠吗？这我们这也是啊，可不咋的。那你快接着，你走吧，怪冷的。那正好，我找你还要商量点事儿呢。找我商量啥事儿啊？我用一下腾飞。啊？用一下腾飞。大孙子，哎，腾飞，我没明白你找腾飞干啥呀？那个金凤，我正要跟你商量呢。这不嘛，咱家小兰妮啊，现在学习呀、啊、总不在状态，我寻思叫腾飞上俺家，跟他一起写作业，
然后再帮他辅导辅导。我也没不在状态呢。你别跟我犟，一天写作业净看手机了，你在状态吗？听话。那该咋是？那真不行。大孙子，你听明白了吧？奶奶说你跟兰妮一块写作业，行，那你俩就相互监督，写作业不能看手机，听着没？行，那我跟你走。张飞呀，嗯，一会儿到你妈豆腐厂门前呢，咱进去买两块豆腐啊。行。嗯，这里面我和兰妮儿、兰娜就不进去，你替奶奶去买，行？那干啥呀，奶奶？自己进去不就得了吗？是这样，奶奶呀想吃点刚出炉的豆腐。你不是你们老谢家人吗？你进去买豆腐，他不能给你拿凉的吧？肯定给你拿热乎的，是吧？哦，行，那奶奶我帮你买。那谢谢腾哥 啊，奶奶先把钱给你，行吗？嗯啊，咱们开个会啊。首先呢，咱们热烈欢迎小张同志来到咱们家啊。因为你刚来呢，对我们家这个家族的情况都不太了解。今天呢也就算是简单的一个介绍，有些事情啊咱们都当面说清楚一点，这样比较好。好，是吧？我这个人办。腾飞呢？啊，那啥，那半道那个让王美兰的给接家去了。他说的那个他家兰妮学习总像那个精力不集中似的，完说他俩整一块学习就互相监督挺好的。我寻思去呗，搁哪都一样写。不是你有什么权利啊？你搬到这给放走了，谁让你放的？那你看那王美兰跟我说，我咋好意思说不让去呀？再说开会那就是个孩子，你这他在不在场能咋的？什么叫能咋的？我们开会人员必须得全。那还那他俩还坐在这儿呢呢，何况腾飞呀、啊？以后记住别乱答应啊、哦，没经过我的允许。咱能不能有点规矩？这还有外人呢，今天有外人在这，我给你点面子啊！记住，下不为例。奶，你不想让腾飞来咱家监督我写作业？那你得好好学习。我也没不好好学习，你干啥让他来呀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烦我了啊！那行，那我不让腾飞来了啊。那太好了。切，哎，奶奶豆腐，哎，热乎的啊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哎，真热乎。对，奶奶那个，你买豆腐时候那钱，给。哎呀，你没给人钱呢？他们说咱是一家人，就不用给钱了，你拿着吧。哦，那这样吧，腾飞，这钱你留着，就当奶奶给你买点水果吃啊。那不行啊，奶奶自己拿着。哎呀，有啥不行？这听奶奶话。不行，你听话。你拿着拿着呢，我不花你钱啊，奶奶自己拿着，别给我啊，你自己拿着。这孩子，那行，那奶奶揣着了。哎呀，这孩子太好了。兰妮兰娜，你看着没？你小哥多懂事儿，你得照人学习，知道吧？谢腾飞啊，真刚出来的，特别好。那个啊，对了，腾飞呀，那个刚才兰妮啊跟我说。说他好好学习听话，嗯，那今天你就先不用去了。行，那我就不去了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、再来。另外呢，我还有一个事儿啊，咱也得说清楚，是吧？说你到这来呢，是辅导这个孩子，主要是说看孩子学习，哪地不会呢，你要帮他去做，去教他。还有这个一些的家务啊，这就都不用说了，洗洗涮涮呢，做个饭啥的，这都是在咱们之内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如果这些工作全部做完以后，你还能不能抽出点时间做一下外边的工作？你比方说扫扫院子，冬天下雪了帮除除雪呀、啊、是不是？还有这个家里头缺什么东西了，你得亲自到集市上，你得去给我购物啊，买点东西啊，就这些事儿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这点我想问一下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做不了。爹，我跟张姐说过了，人家来这儿就是辅导孩子作业，平时像妈有一些什么家务活啊，搭把手，这我们之前都说好的。你像院子里那些活儿，人家做不了。小萌啊，刚才我话说的特别明白，
我说了，我提出的要求，我不管过分不过分，那是我提出来的。但是人家愿不愿意做，那是他的问题，这个事不用你再回答，好吗？咱们都守点规矩。那个小张同志啊，我刚才说这句话你都听清楚了吧？啊，清楚。但前提我没有决定说你必须得做，这个没有，我只是有这种想法，愿不愿意做那是你的问题，是不是？你说行你就答应我，你说不行咱们再另当别论，好吧？嗯，那我刚才我说了，外边的工作你看看你还能做是不能做。行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嗯，很好啊，那这个事儿咱们也就这么定了啊。这个你说话都算数，是不是？算数。嗯，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想说，第一，在多长时间内能看到孩子的身体比以前还健康，在多长时间之内能看到孩子的学习比以前要进步了。啊，那我明白了。叔，你给我一个月时间行不？行吧。好，那咱们就这么一个月的时间。行。但是如果说一个月的时间孩子的学习没有进步，身体没有以前好，这个事怎么办？你扣我工资呗。嗯，很好。那么如果说再过半个月还没有什么成效怎么办？你说了算。说，那我这人也就不客气的说，再有半个月什么成效都没有，我呢就可以把你辞掉了。哎呀，这家都烫着我。这是啥话？您刚出炉的能不热吗？是吗？啊，我就问你，就是这招好不好使？好使，但是我就不得劲儿。骗人家孩子吗？这啥玩意儿？骗孩子？你懂啥？你跟他们不有点招计策能行吗？对了，爷啊，你要这热乎豆腐干啥呀？这个啊，嗯，我要这热乎豆腐，我要做一道就是象牙山最接地气的一道百合豆腐。百合豆腐？嗯，那是啥呀？我都没听过。你没听过就对了，我起的名。咱就散会吧，好不好？回来了，哎，回来了，写完了，姑娘。不是，这咋这么快就写完了？不是，我没去上兰妮儿她家。我咋懵了呢？你咋不上兰妮儿家写作业吗？怎么没去上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走半道人家兰妮儿奶奶让我帮人家买一块豆腐，然后就让我回来了。什么都别说了，要么说这事就是怨你，你如果不让腾飞去，就没有这个事儿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全都上当了。说白了，让老赵家把我们给玩了。记住了啊，以后有什么事全通知我。什么都不懂。老四，嗯，你说你做点百合豆咋用这些调料呢？还整点这个鸡汤？你说就整点小葱拌豆腐不挺好吗？挺香的。就是豆腐切块，姜切片，切点葱丝儿。配几个蒜瓣搞里头，完了百合进去就开盖啊。你整那玩意儿谁能记住？你一个一样一样告诉我，一会儿这一样我搞里，那一样我搞里，到底先搞哪一个呀？你就往里搞就完了呗。你什么这话呢？是你做百合豆，是我做百合豆吧？可整吧你，还称着你做的百合豆啊？就我干，就应该你自己做，啥玩意儿都叫我做。老师，您别忙了，来喝点水歇会儿吧。没事，小萌，马上完事儿了，擦完得了。哎，别擦了，别擦了，歇会儿吧。张老师，孩子这一块儿您就多费心了。我老公爹平时说话有点苛刻，如果要什么要求呢，你就先顺着他，回头有什么亏欠的，我给您补啊。小萌啊，有你这话就行，我要能干的我就干了。其实叔叔那人挺好的。我在外头干这么多年了，理解，没事儿。张老师，我们这是农村，不比城市。如果生活方面，像吃啊、住啊，有什么不习惯的，你尽管跟我说，我给您安排啊。没事儿，你看咱家多好啊，这多大呀，多宽敞啊！您看，我
请您来呢，主要是辅导孩子学习，让他学习成绩呢有所提升。我大儿子腾飞吧，平时放学拿过来的作业，我一看我都不会。我就想找一个文化水平高的老师好好辅导他。我跟孩子爸爸呢，平时工作特别忙，对孩子就是这种教育啊陪伴可能不是特别多。小萌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力。哎呀，爹，吃啊！你做这个百合豆腐也太好吃了。哇，汤都造了。那我一天真没少吃去。哎呀，你给我姑娘留点不行吗？咋做的？这里有鸡汤啊，有骨髓，还有无根之水。无根之水是啥呀？就是没有这个不懂，就炖这道菜可以说是顿悟了我的智慧，也谱写了我的人生，哎呀，也看到了人性的弱点。哎呀，这啥词儿？爹，这一道菜呀，有这么多道理，我头一回听说。爹，你以后多做做，你看兰妮儿、兰娜可愿意吃了。兰妮儿今天吃两碗大米饭。对不起，我不可能总去做，因为这种菜系呢，就是将来它会走到市场是一种了不起的价值。别那么吹，先别那么吹。还不知道能不能比上，是能不能拿奖呢？不一定呢。别说那话，就这道菜，我想问孩子，你们品尝的能不能真实说一下子？爷爷，你做太好吃了，我都吃不够。有，爷爷，给我一个确实挺好吃的，没想到你一直都不做菜，一做菜一鸣惊人呢。你看孩子干出诚意来了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他这里头很多内涵，其实这道菜我给我也累够呛。你说你累啥了？那鸡汤都我炖的。你说这话有意思吗？咱说经历多少道手续才能产生这种浓浓的味道。但该说不说，老四啊，为了这10万块钱呢，你是真拼命啊！我看，哼，差我一分，你看我弄的不？那奶奶在家能够着吗？来，把肉给你放这儿。哎，来，啊，那个放那儿了。哎，行，快吃吧，张，坐下吧。尝这个。吃饭。你张姨做菜好吃是吧？嗯。哎，这乱炖啊，你们尝尝。就你妈啊，就是做了这么些年，真的跟人家乱炖就不能比。你看这个就好吃，你妈做那就一般。你说这真好吃。我做的不好吃，你少吃了。你不也吃肥猪扁胖的吗？那你说那没办法呀，没有别人说，不就得你做？你做我就得吃啊。你说我不吃怎么整？我不得饿死啊？哼，好吃吗？好吃。那你们就多吃点啊。嗯。大哥，还有点饭，再来点。嗯，还吃？你都吃两碗了。哎呀，我这边长身体呢，让我吃点呗。张姨给我盛一碗。那别，张姨刚坐下，那奶奶给你盛来。奶给我盛碗大汤呢。腾飞，你今天行啊！我记得你往常这都得奔肉上盯，现在这咋还整些个小青菜啥吃的还这么香啊？行啊，多吃点没事。不是你这好吃也不能吃那么多呀，这大晚上的。哎呀，行了，那吃点用着，你吃点。你也没少吃，一会儿你大儿子上院里走去啊。啊，行。来。哎呀，这菜。小毛，你看着没？这老的小的都不愿意吃我做饭了，没这还妥了呢。小张，这回你来了啊，你就把他饭班子一拎起来，我还闲起来了呢。没事，我跳广场舞去。哎，说那话，妈，咱去跳广场舞啊？那咋的？不是挑理了，这是这玩意儿嘛，它好就是好，是不是？那走吧，快吃走。快吃，行，都吃吧，好吃不？你别讲我，说我的。你看那我不没找着吗？这整个东西吃。玉婷，把这个衣服给兰娜换上。兰妮儿，换衣服了。啊，来，别玩了，睡觉了。啊，这谁衣服？我的。啊，来套上。这是你的裤子。兰妮儿，来换上。这么痒痒的，说该搓澡了呀。不，前两天刚洗完澡吗？你先帮我挠一下，这够不着。哪儿刺挠啊？就是这。哎，对对，使点劲儿，使点劲儿，好点呗。哎呀，
这怎么的了？你这被虫子给串了吧？啊？我给你喷点杀虫剂吧，杀杀虫子。那你不给我药着来喷杀虫剂？那喷点花露水也行啊。脑皮也痒呀。怎么整的呢？哎呀，你看这边也有。这也不像啊，这是不是过敏了？啊？啥过敏呀？你是不是偷吃什么了？我没偷吃，我跟你们吃的都一样。我下班我就回家了，我也没上外边吃。你肯定搁外边瞎吃什么了？你这不行，得吃点药。我给你找点过敏的药吧。孩子们都睡了，应该是睡了。我看那小张从那个偷窥那屋出来了。哎，你干啥去？我去看。哎，过来，你穿这出你干啥去？我穿这出怎么的了？这不正常吗？正常啥呀？正常了。那我一辈子不就这样吗？那是过去，现在能这么穿吗？家里来一个新的保姆，年轻的女的，完你挺大老爷们那大岁数了，你穿这出就出去了，你多不检点呢？话说的多难听，什么叫不检点呢？我有啥不检点的？我一辈子就这么穿，那怎么他来了我还得改个规矩啊？那照你这么说，那晚上睡觉我衣服也别脱，我鞋都不脱，我直接就睡呗。你搁这屋你愿意咋整咋整，你出去的时候那上个厕所啥的你都穿立正的啊。那还有儿媳妇还有外人，哎呀，都年轻女的。你吗？当初前我就说不顾，不顾这个保姆，王小蒙非得要顾你，跟一溜神气跟虎啊，顾，他来了我得改规矩。我还真没听说过这个事儿。我就发现你这人吧，就一点都不知道好歹。那这保姆找来了，首先说人做饭好吃吧，孩子们都乐呵，对不对？学习有人管了，咱俩还轻松了。你咋就看不透这事儿呢？这叫啥呢？远来的和尚会念经。你做的饭再好吃，你做一辈子了，都那种口味儿。突然换一种新鲜的口味儿，他就说好吃。这玩意儿得往长了看。那小孩不懂，你这么大岁你不懂啊？让人给唬的，还捂的，这整的又挺好，这个那好啥好？哎，老婆，嗯，你觉得张姐怎么样？我觉得张姐做饭挺好吃。你看那个腾飞，今天吃的晚饭，腾龙腾凤也没少吃。是。我觉得这个张姐找的挺好的，孩子这一块儿我们也不用那么操心了，妈也不用那么累了，这不挺好吗？嗯，反正干活挺傻的，就不知道人品咋样，人品还得慢慢品。我觉得挺实在的，人也挺好。哎呀，我看你这张姐今天是给你征服了，那句句说人家好呢。那我说的不对吗？对，只要你开心就行。吃药了吗？啊，是假药吧？吃的是，不好使。什么假药？我刚买的过敏药。哎呀，你别挠了，不挠坏了吗？那药效没发作呢，那药效好了就那什么了。过劲儿了吧？那药我感觉。什么过劲儿？你别吃多了，赶紧睡觉。啊，我睡不着。哎呀，那药效发挥作用就不痒了，你光挠越挠越痒。赶紧睡觉。哎呀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你帮我挠挠，帮我挠这儿。对，那扎扎着挠这儿。我捏你得了。对，这样掐也行。对。我给你按摩呢，还挠呢。这样几次呢？哎呀，嗯，啊，英子，哎，吃饭了。
妈，这就来了吗？哎，早早晨啊，早晨不说喝一口？早上喝啥呀？早上喝酒是身体不好，今天你就凑合吃点得了。你咋睡这么长时间呢？这，你这脸是不是又严重了？英子，你今天咋没有精神头啊？你怎么整的？妈，我这一晚上都没睡呀。呀，你这脸咋的了？就感觉浑身呢就痒痒，然后。就像那个小时候起水痘那种感觉是难受。小时候起过水痘啊？啊，那你这不可能起第二次水痘，不是水痘，是不是受风了吧？妈，不是受风了，我昨天怀疑啊，他可能被虫子给串了，后来发现吧，他就是过敏了。那就被什么虫子串了？啊，串啥了？你看这包起的串一下子吗？哎呀妈呀，这手上都是！那谁知道早上起来又严重了，身上都有，身上都有啊！嗯，哎呀，你吃药了不好使咋的？那不行，还得抹点那外用的药。咱家那个抽屉里不有那个抹的，那管那个就是皮肤起疙瘩。外用的是吧？对呀，拿过来。等他吃完饭我给他抹。啊，你给他抹点。嗯，来，你们快点儿啊，快迟到了。来了。哎。婶儿啊，我跟你一起去呗，正好我也熟悉熟悉路，以后我送他们上学。那别得来，你说你都忙活一早上怪辛苦的，我送呗。要不这么的吧，早上我送，晚上你接，完我在家做饭，等你们回来啥也不耽误。呀，奶，那行啊，你想想啊，咱在外面，然后刚回来看那么一大桌饭菜，那多幸福啊。这看来你们都愿意吃张姨做的饭是不？嗯。那妥了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行，那我穿衣服去啊。哎，你快点。哎，走。哎，姑娘，来，过来。怎么了？啊，上班呢。啊。你给我钱干嘛？你行，这样的我不会弄。你在这淘宝上面，你给我定身衣服，就这衣服就行。这么艳呐？这你什么时候穿呢？哎呀，小点声，别让你妈听着。为啥不能让我妈听见呢？你让她听着，她能给我买吗？买这衣服要干嘛呀？太艳了。我要跳广场舞穿的嘛。我给你买倒行，那你现在外边天那么冷，这是不是有点薄啊？我给你买个厚点的。不用，你这事儿就行，他们都买的这事儿的，你就给我买它就行啊。行，那回头我给你买啊。行，你去吧啊。走了。不给他买。啊？什么不给我买啊？你干啥呀你？你跳就跳呗，干啥呀？还买新衣服？买那干啥呀？啊？嘚瑟啥呀？你有啥情况吧？你说啥话呢？有什么情况啊？你说我跳舞穿这一身，你说这也不好看呢，是不是？再者说了，我们广场舞作为美式大赛的表演天团，啊，你说人家穿的都那么好，你说我还是个领舞的，你说我穿这个，它也不协调啊，是不是姑娘？嗯，那确实，那也不行，这不浪费吗？买它干啥呀？你买回来我也给你退回去。你退啥呀？人家姑娘给我买身衣服，人家是孝敬我的呢，还能怎么地呢？是不是姑娘？是妈，你说我当姑娘的给我老爸买身衣服，那不天经地义吗？是，你放心，我给你买。这钱你拿着。这钱是你的。这什么我的？这不你刚给我的吗？哎呀，这藏私房钱哈？什么藏私房钱呢？这姑娘的钱。编，你还编？我编啥呀？姑娘是不是刚你刚才给我的，啊？我上班来不及了，我现在我那个。哎，姑娘，你说，行，李文才，学会藏私房钱了哈？藏什么私房钱呢？你藏多些？没有，没有，真没有。你都藏哪儿了？
不行，我翻翻去。你翻啥？没有。你看，是不是没有？看啥呀？鞋里。鞋里没有鞋，哪有鞋？哪有？你别呀！来，你给我没有？给我。没有。行，你真行。不是，这姑娘这什么时候把钱这藏到这里边的？天上升起一弯月牙，月牙弯弯，正把那个月光洒，人都管月牙叫月老，月老儿转吧转吧，那个红线扎，红线儿扎紧两颗心，两颗心为啥就不在那个一疙瘩呀？夜深了，月牙出来了，月圆了，心儿更亮了。今晚夜深人不静，都等着月圆，月圆进咱家吧。